最后一个问题，贾小丹。Navi 你好，就我刚刚看到那个 VCR 里面，你说你的之前那个女朋友，她会限制你之前的那个社交，那你会限制你未来女朋友的社交吗？我不会限制她。比如说今天你要去某某场合，我说没问题啊，但是男女朋友之间要有一个互相最基本的一个尊重，你得告诉我最起码今天这个场合是什么人，对不对？我得了解，其余的没有什么。那他如果有特别特别好的异性朋友的话，你会介意吗？更重要是相信彼此吧。现在留灯的是三号、四号、二十号，上去灭掉一盏灯回来。有请。